重化环节了。为什么我们是是这样的表情啊？为什么我是？当时真的懵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买得起这个，我把手机拿走了。哎就我跟小哥没被没有反正还给我一个特写，反正不是我们店开门店干嘛玩火现场不是那我记得当时不是你在哄50万吗？导演象征性哄了50万，然后要我50万，就是50万玩大的有点姿势，是吧？奇怪，翘屁股，没办法，就是这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再哭一下。有这么好笑吗？青蛙？这个，你当时是怎么？为什么要震一下？因为他接了呀。那跟老板说话普通话不得标准点，这是掉信号的。极限甩锅最为致命。还了啊，还了啊，早就还了。就还了，那必然还的。完全买设备了。不是我们对。强行改口。你应该是吧？最晚一个月吧。一个月，过一个月，一个月内可以还。哈哈哈！又一个甩锅的，又一个。你们这个你们这个同意。那不至于啊，那我不可能，那我不是我。拜拜。好，我们签一个，对，其实我们签好就好了。那必然，不是我，下次不可能是我。